来到台南玉井的这个所在，我知影一间有名的老店。啊，今日这条街底。真侪小食店拢伫遮，才有一百壁画。你讲到玉井的故事，什么？原来玉井的爱文芒果是美国人带入来，啊，土芒果是荷兰人引进的。古早真侪人因厝拢咧做山野生意。咱要食的老牛背猪血汤已经到了。炒面、炒米粉、米皮、米粉皮、鱼皮、猪皮等，皮会汤卤卵，我这对呢。白，我就知影，白就是粉肠啦。对啦。啊，粉肠红的就是粉肠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粉肠你是南边的红烧肉啦。有啦。啊，你今个向上，你干嘛切上？没有切小菜吗？哦，我给你点，我一旦都归。哎，几元以上？哎，一斤。哦，两斤。哦，两斤哦。切一个。啊，这个来这个是吗？鱼花鸟，啊，无种啊，无啊，无。这个啦，这个皮花汤。哦，这皮花汤，鱼鸡。鱼鸭翅。哦。哎。那长鱼。那长这个款啊。哦。三不五时，我若是来玉井，拢会来这间店甲伊交关。除了猪血以外，伊阁有一项猪血粿嘛真出名。猪血粿是用着猪血，甲着因特殊的食材去甲伊做出来。你食看卖，食看先。有一点啊，较鲜迄落山珍较肥的所在。对吗？哦哦哦。有名人采访，刷咧，阁有政府认定的经典美食。老牛背即马的生意，甲看起来阁较好啊。这是准备要杀准备等。看望顶关写的讲六十年的老店，我看唔难吧。